是不是看使用者的身材？对啦，其实你说猴型，你个子小的时候，你当然就，其实个子小的时候，猴型在打的时候，你说你打过来的时候，他尺度理论上是他可以降下来，为什么人家说他打拳？你看人家打八卦，看那么高，意思是哇，就整个要看上来，看上来对吧？下来上来，这个就是你个子小的这样。那我个子高的话，我直接就抓了，对不对？就像你真打的时候，你要真打，啪，就这边我封这边，啪，但我这个手可以上去啊，明白了是吧？不是说第一个就是是啊，我封你这边嘛，你这边没传，这个手就直接打进去了。也有啊，你个子小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，就从下面来，我这边是虚嘛。你打了我放掉，我从下面来，个子小，理论上是一样啊。因为他们说彭靖有没有？彭靖是这样，他也可以，彭靖是变陈靖，都可以啊。也可以说我来变彭靖，不就是说我这个手就短了？八卦掌就在这个地方，你懂什么？大概。